你女儿绘画比赛又得奖了，就这幅画，这幅画名字叫《家》，都是你遗传的好。看，这个是爷爷，这个是姑姑，这应该是家福。 小时候画的好。万翔，出来休息一下吧，我有话跟你说。 家宝的活完事儿了，应该庆祝一下。我想陪你喝一杯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哎呦，应该是我敬你。秋兰。 你先说。好，我先说。我来咱家，从小刚一岁到小刚上大学，断断续续算起来也有20几年了吧？有了。真快呀！那时候我还很年轻。你现在也不老，我是看着你一天天变化。 这变化我是在你身边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没觉得孩子们有事没事都愿意回这个家坐一会儿，跟你聊聊天，吃顿饭了吗？20年了，我跟大山他爸生活都没有20年，这20年，你对我从来没有发过火，你对我的好。 我没什么可挑的，这越到老了，越能感觉到你愿意围着我转了，你比依赖孩子更依赖我。可是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撵我走？你都听到了。 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。我一个外人，在你家吃住这么多年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每时每刻都是你的累赘？不是，不是这样的。没有你，小刚美化活不到今天。那你为什么让我走？你舍得吗？舍不得。
来敲门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刘厂长来了。哎呀，快坐。哎，麦翔，你给倒水。哎，马上出来。哎，好。麦翔啊，买了点好茶叶啊，咱俩一人一半，你尝尝。好嘞。我这心里啊，一直憋着几句话想跟你念叨。哎，你可别不爱听啊。哎呀，瞧你说的，说，没问题。我听在新闻上说，现在鼓励让孩子出国留学呢。哎，你这个观念是不是也该变变了？啊？应该让小刚啊，出国去看看，长长见识，开阔眼界。再说呀，小刚有这个便利条件。有人替你出钱，又有人替你照顾他，多好的事儿啊！英华也应该出国留学。你看你那样，这才是真正对孩子好呢。我看你这脑子呀，还不如我呢。哎，是你的，永远是你的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他都是你的。小刚这孩子，你就放心吧。哎呦，化完了。嗯。啊。哎呦，这一化完妆啊，最起码得年轻十岁。杨厂长，你刚才说的对，我早就说过他就是不听。哎呀，万翔，你看啊，咱们要是站在咱们这个院里看天空啊，就这么大块地方，那要是出去可不一样了，天也大了，看的也就远了。你可真的好好想想。什么才是真正对孩子好？对。哎，我是得认真的想一想了。红包我可是早就准备好了。行了，我走了。啊。别人说什么你都听，我说什么你都不听。媳妇儿。看来，咱们落在咱们爸妈后边了。嗯，我们得把过去的时间给追回来。那还等什么呢？走吧。玲。嗯。你找我？对啊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怎么着啊？我要是不找你的话，你就不吃饭了，啊？你下，啊。来吃，这菜一直给你热着呢。来，尝一下。你好，来这边坐。哎，您看一下吃点什么。调戏女客人啊？对呀、啊，只要她开心就好啊。你调戏她，她还开心？
对呀、啊，我告诉你，她是我老婆。哎，您看一下，想吃点什么？嗯，啊，这个，来个这个，那行。的好日子来了。这个下个月不是我老丈人的69岁生日吗？这可是古稀寿，也就是70大寿。我就想着怎么着得给他好好办一场。这上面写的就是那天需要的菜谱，你看怎么样？你知道的可真多。那是，知道的可多着呢。谢谢你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那咱们说好了，到时候你负责通知，我负责炒菜，怎么样？嗯，行，快吃吧。啊，万翔，你想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？我对不起你。你没有对不起我。我应该早一点娶你，害得你等了我这么久。是你在等我。我等到了。原来我以为轰轰烈烈、惊天动地，那才叫生活。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生活，生活就是这杯茶，平淡中透着一丝香气，需要我们慢慢去回味。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我让你等了这么多年，你不会埋怨我吧？樱花，没有自私与无私，我就相信啊，这缘分到了，一切就水到渠成了。大山，我会用我剩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来报答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等待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家告诉两位老人了？你先别着急嘛，过几天啊，我爸要过生日。啊，明白了。
哎，是我的，我爸。喂，爸。现在。樱花呀，人都在变。你不就常说我越变越好吗？其实不光我的脾气变了，我的很多想法也变了。我读书没你多。前些年，你说你读书比我多，把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，你还记得啊？你的眼界比我宽，见的比我多，知道的比我多。这眼界怎么来的？我想就是多听，多看，多想。你老在家里边，你怎么知道外边什么样啊？就像你杨叔说的，你坐在院子里边看到的天就这么大，站到山顶就不一样了。改革开放，我想不单单是打开大门让别人进来，那我们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出去，把外国那些先进的好的东西学回来，回国为国家做贡献，是不是？所以最近我就一直在想啊，出国留学也许是小刚最好的选择。小刚是周强的儿子，这谁也改变不了。反过来，小刚是你的儿子，是你一手抚养大的，这谁也改变不了。你不用担心，小刚比我们聪明，比我们都有数，他的眼界注定要比我们高，比我们宽。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吗？该放手放手吧。我想通了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也把你妹妹送出国，让她去学一学，学成了回国，为国家做贡献，就这么简单。爸，您真的是这么想的？我真是这么想的。你好好想想。儿子，儿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干嘛去？你要上学去啊？阿姨，来个煎饼。好嘞。
先别喝酒了，我走了。没想到你能约我出来见面，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想再见我了。你爸爸的身体怎么样了？他已经回去了，年龄大了，身体不太好了。我也想明白了，血缘是没法改变的，合适的时候让小刚去看看他爷爷吧，时间你来定。如果小刚同意的话，你也可以带他出国留学，我没有意见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你为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，还给我培养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，我从心底感激你。到现在，我对你父亲都一直感到很愧疚。我们凡事都要往前看。我会把我所有的爱都给小刚。我相信你会照顾好小刚的。你是他的父亲吗？我和我的父亲都深信不疑。这个是给你们的，你收下。周强，这个钱我们不能拿。今天谢谢你过来，你多保重。哎呀，这两个小朋友藏哪儿去了呀？这是。哎呦，我找不到他们呀。那我兜里边的，哎呀，兜里边的糖，我就只能自己吃喽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呦，我在这儿呢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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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，我坐这儿。来吧，我坐这儿。好嘞。我也坐上来。谢谢爷爷。谢谢老爷。来，我们偷偷摸摸的吃它。好。来，玉华。哎呀，立本，立本，你也来了。哎，把这东西放下。这是
我们拿那个东西。哎，坐啊！哎，坐完了，不完了，需要帮忙。秋红，你歇歇啊。有啊，好好喝一杯。咱俩赶紧去把那椅子给搬出来。待会儿让李阳给你们露一手。好好好，走。不用等会儿，来，咱俩走。哎，照顾好啊。好，好，好。清华，妈，还是把他放回去吧。你妈妈的位置，没有人能代替得了。咱们的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啊！首先呢，咱们邀请老寿星闪亮登场。好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儿孙出来排好队，给老寿星三鞠躬。一鞠躬。感谢父母生养之恩。二鞠躬，感谢父母教育培养之恩。三鞠躬，祝老寿星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接下来，咱们请老寿星讲两句。好。我今天特别激动。我跟樱花说呀，办什么大寿啊？后来樱花说，其实就是街坊邻居一块聚一聚，我就同意了。来的也都不是外人。很遗憾，高爷也不在了。该来的都来了，老街坊光明夫妇，啊，慧娟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漂亮了啊，慧娟。有我师弟，也是我亲家，立本一家，跟大老李说一声，等得好了，我们老哥仨继续喝酒。过生日都不重要，
重要的就是朋友们在一块聚一聚，这把岁数了，聚一次就少一次了。我其实比你们都走运，我有三个漂亮的闺女儿，还有两个帅气的儿子。但除了美华这四个孩子都是伴随着我的大妈长大的，尤其是英华和家宝，我做了太多太多的错事。我不光打了你们的身体，我还打碎了我两个儿子的梦想，我打碎了我两个姑娘对美好家庭生活的向往。我的两个女儿第一段婚姻都不幸，这都是因为我。我固执地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，现在看来不对，里边老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，他说的不对，我根本就不配做个父亲。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，把我那么小的孩子一个个的推向了社会，让他们过早的接触了社会的辛酸。我小儿子跑的时候才14、15岁，我对不起他们，我作为一个父亲没有保护好我自己的孩子，我是个罪人。我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我对你们的过失，但是我愿意改，我愿意用我剩下的时间来弥补我前半生对你们犯下的错误。孩子们，我错了，我向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爸。爸，爸，是我们不对，当时您那么难，您心里那么苦，我们都不理解您，都跟您较劲，伤了您的心，对不起。爸，我当时那么不懂事儿，什么都不管不顾，您说什么我都跟您对着干，伤害了您，伤害了我们这个家，对不起您，也对不起这个家。刚刚您说您不配做我们的父亲，可是在我们几个心中，您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我为我做过的错事儿跟您说声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爸，我们谁也不怨您恨人，早些承受苦难才能把我们造就成人，我们不吃亏。给你们准备了礼物，来来，静静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静静，在还没有你的时候，爷爷摔坏了你爸爸的一个画架。
爷爷知道你喜欢画画，亲手做了一个，把它送给你，将来咱们当画家。谢谢爷爷。家宝，小泥鳅。这是给你们的，大家看一看，这恐怕是爸爸小时候留给你们最美好的记忆了。这是爸送给你的礼物。英华，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吧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。爸，我有个礼物送给你。
怕是天气，像你曾经将我捧在手心，你的眼神总是不变而坚定，在我心里是永恒，你就是我最温暖的天空，为我挂上那道五色彩虹，每当刮风下雨我都会想起你，该由我为你放弃，我会有你才有家，像你曾经将我捧在手心。是不